能压紧一点吗？或者能尿泡不多一点吗？要不多一点，到了半年才看。这都不会就可能只能啊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走。我帮你把这个尿的尿，就是一走一停嘛。我让他一直走。怎么了？你这个不，你这个松紧差不多，我刚才看了。太紧了，你吃不动啊！太紧了，你吃不动了，不会睡啊？这个掉下去怎么睡啊？这我不懂啊，咱这个不懂。我只感觉，再怎么感觉好像不怎么太圆一样。你到市场上看，哪有人家做的那些是圆的？